从高空看人山人海，万头攒动，震撼画面曝光，年度限定的鬼门关夜市让苗栗院里成了一座不夜城。逛夜市民众几乎是推着往前移动，街道被挤得水泄不通。今年鬼门关夜市堪称史上最大规模，由于扩大举办，不同于往年，这回封了六条街道，超过400个摊商进驻，挤不进去。今年变很挤，人好像更多，挤来挤去，对，推来推去，他就可能是比如说跟我逆向的人，就是走到我们这项就像路在那边插队，我至少走了10分钟吧。至少牛肉香气四溢，摊商说特地准备60公斤的牛肉，整晚忙得一刻不得闲。60公斤，六十公斤，你第一次来摆吗？对，第一次。还有章鱼烧、烤小卷、烤肉，各种美食让民众大饱口福。人潮从下午开始已经塞满街道，从院里车站一路延伸，盛况空前。不止吃吃喝喝，沿路上有装置艺术，高空的彩色水母灯相当吸睛，外加人潮爆满的画面令人震撼。记者经纬中中正贤、王柏英苗栗采访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